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观赏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西门町这里来吃肉羹面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永富鱼丸开业40多年，我是他们的粉丝，也跟着吃了40多年。鱼丸是沿海地区的特产，把鱼肉搅打成浆，捏出一颗一颗的鱼丸子，过水煮熟就是我们吃的鱼丸。永富鱼丸有很多款不同口味的丸子，我最喜欢香菇鱼丸，弹牙顺口的鱼丸带着些微的香菇味道，非常美味。这里的泡菜免费供应，辣味很重，搭配着羹汤一起吃，酸辣鲜滑，畅快无比。
喝点汤。不好意思，很烫哦，要小心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